突如其来启动节拍，在放肆拉扯继续飘带，撕掉那糟糕的长裙摆，总会有最好的安排，别刻意胡来。谁总在微笑的热带再造乌云的作怪，好在站稳脚踝不算太坏。谁总在悲伤的寒带装填阳光的青睐，难怪冰山难掩嘴角盛开。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丢开口中的 so sad， 最好的安排 Bye goodnight sunset， 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， Baby tell me why有我在。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， Baby tell me why 有我在。拿好，别再用这个来联系我，也别把这个当借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我。我先走了。他怎么来了？给我道歉，还给了我一个这个。你们怎么还有联系啊？我们俩没有联系，他自己找过来的。你还借的钱？我这个事儿本来之前要跟你说的，但我忙忘了。哎呦，这脑子，我这不是我借给他的钱，是他们。你做人有没有底线啊？这钱不是我借给他的，是借给他。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俩没有关系。没什么关系，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解释吗？我没打算跟他要回来，也没让他拿这个当借口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有感情吗？当然没有感情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今天火这么大？你做的事不让火大吗？你是该火大。但你起码得听我解释一下，对不对？别解释了。以上就是此次事件的全部真相。因为本人个人的恶劣行为，给周放女士造成了极大的名誉受损和精神上的伤害，也给大家带来了不良的影响。我现在已将抢注的版权交还给了原作者，在此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，向周芳女士道歉，对不起。看不出来你本事不小啊，这么快就搞定了。那必须的。周放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次没有怪我。多大点事儿啊，这还用谢？我的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感谢你不计前嫌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回来了。嗯。
我今天提前下班了，所以给叔叔煲了一些汤送过去。我刚从医院回来，我爸的情况还算稳定，这会儿已经睡着了。那正好，我留下来陪你吃饭吧。今天的汤特别的鲜，你尝尝。吴三儿，我想跟你聊聊咱们俩之间的事。我觉得我们来，宋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好好，我马上到。你先别管他们俩了，我们坐下聊聊吧。他们俩肯定又出事儿了，要不宋总不会找我那么急。你胃不好，饭菜我都已经热好了，你记得吃啊。他那个什么同学，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不就去家里吃个饭吗？谁还没个异性朋友了，是不是？根本无所谓。是是是，你说还有姓汪那个小子，那是个什么人呢？小人。周凤还要寻汪，他疯了吗？他怎么想的？我怎么就搞不明白呢？林哥，凤姐那是乐善好施，想的肯定是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他没别的意思。我知道没别的意思，没别的意思也不行，那不也是前男友吗？你去帮前男友，我能舒服了吗？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你说这事儿，你说能不让我生气吗？什么都不说，自己出面自己办，回来我不高兴了，他还不乐意呢，凭什么呢？不明白这些女人。哎，你说咱们两对啊，真是命运多舛。你又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你和你的小左才认识几个月，现在肯定是有感觉的。可是他这么年轻，什么都没有定性呢。你真的想陪着他成长吗？可问题是，你陪他成长了，他成熟了，他还需要你吗？啊，刚从你小姨家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俩又吵架了，一天天有完没完，天天打扰我学习。我跟你说，他们……哎，我去，我哥好像喝多了。哎呦，你等会儿，一会儿跟你说啊，拜拜。两个王泽阳加三个霍春东，他都比不上你。你干嘛呀？借酒消愁啊？嗯，这是。啊，你是武三哥哥吧？我听他说过你。这样好了。你是宋洛是吗？林哥也说过你。那你家在哪？我给你扛回去吧，你哥。不用不用，你给我就行。你行吗？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行。别吐啊，林哥，吐你就输了啊。你注意安全啊！啊，拜拜拜拜。怎么回事你？大晚上跟一男的，哎呦，不省心啊你他妈！回去哥，弄点东西吃，饿。什么？大晚上去哪儿给你吃的？行，哎，来，走，你想吃东西是吧？哎，带你吃啊，来走，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哎，你想吃啥？你别吐啊，你别吐啊，你想吃啥？小龙虾，啊，大盘鸡，啊，烤馕，辣条子，啊，辣条子是吧？到我这儿，这儿，哎，你辣条子，哎呀，闻着味儿了，闻香吧？哎，你。出锅。
这事儿真跟我没关系。你爱情不行。哎呀，这只能说明我哥心里只有你，就连自己家都不回了，连我这个亲妹都不要了。你说气人不？你别想这些有的没的，赶紧复习。你要是这次还没进前十的话，可别怪我帮不了你啊。哎，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 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你这玩笑开的有点过分啊！你信不信我打你？ 回家，回家，宋哥。别回家了，我也回不了。你看，周胖都给熬住了。吃吃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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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！哎呀，露露，你坐这儿。给。哎，你小裙子还挺好看。 怎么会在他家？没干什么吧？洛洛在这跑问呢。他肯定在想昨晚的事情，我偏不说，急死他。哎呀，他肯定以为我是装醉，故意制造机会来找他。我太丢人了。哼，跟我赌气是吧？好啊，看谁先忍不住。 你俩小心别出内伤啊！哎，悠悠，今天跟全姐见面，尽快安排一下。我这几天都没时间管你，你老实点啊！你先走了。哎，跟你说点工作上的事儿。你说。这麻烦也过去了。 后面公关部会发声明，你的品牌也快上线了。最近啊，马上到购物节了，各个品牌都在备战，所以工厂的订单都满了。你赶紧回去跟人事部打个招呼，让
让他帮你把订单塞进去。不用了，代工厂我会自己去找。现在这个时间找不到了。不管可不可以，这都不需要你来费心。虽然我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设计师，但我自己的事情我还是能自己做的。什么态度啊？没什么态度，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。别阴阳怪气的讲公事了。说工作的事你就到公司去说，这是我家。按道理来讲，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我家吧？行行行行，我下周要开家长会，你让谁去？我去呗，不然谁去啊？这是人家家，赶紧我回家。走啊，坐这干嘛呢？把衣服给我脱下来。现在吗？现在。沈培培，总算是等到你了。等我干什么？不是不是，我来银行办理业务，没想到这么巧，居然能碰到你。那是挺巧的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，在车上等我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。哎，你看现在这都中午了，我现在进去也办理不了什么业务，不然咱们去一起吃个便饭吧。我正好有点理财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你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，人家已经在等我了。没事没事，那晚点也行，我可以等你下班。你要是有什么理财方面需要咨询的，你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大堂经理，我还有工作，就先失陪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，认准他了。不过今天这事儿我还没跟放姐说呢。你不需要告诉他，他对霍晨东根本就没有那意思，就是把他当成哥们儿，根本不会在意。可是霍晨东还是挺在意的，我能感觉得出来，他很排斥我。可能还是因为我和放姐之前的事儿吧，虽然是误会，总也不太光彩。在他心里，我肯定很差劲。你得给他点时间啊，让他心里真正放下周芳。不过你以后不要再像今天这么冒失了，搞不好人家以为你是那种不务正业的姑娘呢。哪有，我工作很努力的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们这行好干呀？其实私底下竞争特别激烈，我如果没有努力跑人脉、努力发稿，怎么可能会有专栏啊？我知道你优秀，但是光我知道有什么用呀？你得想办法把你最优越的一面展现给他看。这年头大家都这么忙，谁有空深度了解啊？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他了解我呢？所以我说呀，你得慢慢来。不过培培，你说你长得又漂亮，家境学历都很好，追求者又多，你干嘛还要那么拼啊？我也想像放姐那样，喜欢什么就靠自己去争取，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。哎，这些都是武三送给你的呀？啊，真是羡慕你们俩呀，你们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自己。相互喜欢也不一定能够在一起啊。啊？没事，你不是下午还有事儿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就请了半天的假，下午还有一堆事儿呢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
方姐，嗯，这个是你想要的吗？哦，对，是这个。要不我先走吧，我顺便把快递给发了。你是想早点下班吧？哎呀，你就不要揭穿我。行了行了，快去吧。谢谢方姐。早了，大家。林子好。早。早。林子，你看我这怎么样？还行吧？挺好的呀。我说我还行吧？可以。你会打领带吗？你帮我打一下呗。我不会。你这领带跟西装也不搭，你一程序员就别打领带了啊。啊，我这也不懂，我随便买的。哎，那你看我这一身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？一会儿宋总来，咱们得正式一点。我说你能不能别紧张？宋总这个人平时看起来严肃，其实是特别亲和的。啊，那就好。宋总，我还要去门口迎接你一下。你们这动作挺快，没几天，有没有样的？这也算是跟您正式签约的正规军了，专业化管理。对啊，多亏了宋总的投资，否则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被物业赶出去了。进展怎么样了？哦，我们根据您的设想和意见，正在进行升级研发。要不我带你们先参观一下。悠悠，你过来一下。悠悠，你明天替唐杰去联系一下供应商，尽快让他们把货给咱们准备好。到时候我也会联系工厂，你负责把供应商交接给工厂，千万别出现纰漏啊。哎，咱们这品牌赶上购物节上线，最怕开天窗了。不然的话，哦，要压缩好时间啊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购物节快到了，工厂都特别忙，咱们这么着急找人家能搞定吗？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要不然我们找宋总帮下忙，毕竟他是你的男朋友，这点小忙肯定愿意帮的。而且他们还有旗下自己的代工厂，资源比咱们多多了。算了吧，他自己事儿都由过他头疼吗？没事儿，我会解决的，你下班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再多考虑一下用户的需求。没什么问题，你好好盯着吧。放心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是你给我送回去的？对啊。送哪去了？送家里啊，当时洛洛接的你。是吗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喝太多了。哎呀，喝太多了。你们好，欢迎光临。喂，晚上有空吗？来我家一趟。今晚？今晚可能不行，我很早就和研发团队约好聚餐，估计结束得很晚了。行，那你先忙。
全部问了一遍，他们说每个车间都已经开始连轴转了，只有这几家没有明显的拒绝。我感觉苏州那个杜厂长还挺好说话的，或许有戏。哎，杜厂长您好，我这边是周放工作室，我今天负责人跟您联系过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可以去拜访您一下，跟您聊一下代加工的事儿。啊，那时间有点久，因为我这边有点着急，不知道您明天能不能抽出空啊？没事没事，您先开会，您开完会您来见我都行，多久我都可以等。哎，行，行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哎。看看看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看，还说我不会撒娇，自己都不回来哄哄我。要是想我了就直说，然后打喷嚏是怎么回事？你打了几声喷嚏？两声。你有点长时间吗？一响二骂三感冒。那我打个一声。你不是有应酬吗？我。你是不是在躲我？没有，青青，我确实和他们提前约好了，但是有点担心你，所以。陪我出去走走吧。把密码改回来吧。密码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改了之后我还能进得去吗？我们的感情早就已经超出期限了，该结束。青青，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，别冲动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谈恋爱嘛，三个月足够了，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不挺好的吗？是因为叔叔的事情吗？我爸的事情我不怪你，分手的原因也不是这个。那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一直都活得那么自负那么潇洒，现在才明白，我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都是因为我爸妈替我挡掉了所有问题，我被保护得太好了。现在我也想保护他们，让他们安心。我该做出改变了。你的改变，就是把我从你的生活里删掉吗？你能给我什么呢？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甚至我的命。你的命要来有什么用呢？左雨林，去找一个更合适你的女孩吧。我这样的姐姐根本就不适合你。姐弟恋真的一点都不好玩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姐弟恋？我爱你，
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心情。对不起。还记得深爱过，青姐，你突然就分手了，就不怕将来会后悔吗？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后悔，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就算将来有一天真的后悔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其实这段时间跟武三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好。哪怕我们之间有一些观念不一样，但是他一直都在迎合我，包容我。现在我爸又生病了，说实话我心里挺乱的，我也没有想好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跟武三相处，我没有信心。老实说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过分的，但是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，喝酒。没事儿，没了爱情还有梦想啊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努力奋斗，好好工作。我要做全世界最有名的珠宝设计师。行，我支持你。未来大家如果谁没了动力，就相互提醒一下。反正在这世界上，没了爱情，还有梦想。就算没了梦想，还有朋友。对，你还有我们呢。来。我去开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去开，你给他倒酒。是谁啊？没什么。吃的。正好没有下酒菜呢，吃点吧，别干喝酒。这可以啊。我今天要喝醉，你们陪我啊。我去拿酒啊。好。你是周放，周厂长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快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喝杯茶啊。谢谢。哎，来，请。谢谢周厂长。周厂长，这次我来找您是想要跟您问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批服装想要在歌舞节的时候上线。周总啊，你的这个单子啊，压力确实挺大的。是，我知道最近很多工厂压力都特别的大。我之所以过来找您，是因为了解您工厂的规模，还有您的工艺。我当然不能要求您把全线品牌全都给消化掉，
是这样，能不能把咱们这里工艺要求比较高的服装在您这边加工？这个，杜厂长，我真的非常希望能跟您这么高水准的厂家合作。当然，我非常清楚，现在大家也都在争抢着时间，争抢着工厂，您的压力应该也不小，因为工人的这些费用也都是水涨船高的。关于价格方面，我们可以再调整调整。周总啊，你说的确实是这个情况啊。这几年啊，我们厂子是越来越不好搞了。是。所以，请周总再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杜厂长，那正好也到饭点了，要不一起去吃个便饭吧？这个，好吧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，喜欢吗？真的喜欢。虽然这个礼物有点普通，有点俗，但是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好吧？那当夜的黑被寂寞不经意包围，是什么让我们若即若离纠缠交汇，口是心非，像一场温柔。我认识他，不会感情要多迂回才能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追你。你来的让，你真的喜欢我？喜欢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才发现孤单你只需爱如变成我哥哥。你是不是现在变胖了？你都爬不上沙发了，哥哥。哎，哥哥，你看，我喜欢你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。这么顺手啊？约会不都牵手吗？你说这算不算我们第一次约会？算吗？不算吗？要牵手就好好牵。喜不喜欢吗？喜欢。是喜欢灯还是喜欢我？你把眼睛闭上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？你就真的这么想做我男朋友啊？嗯。只谈恋爱不结婚行不行啊？行。谈三个月行不行？三个月？为什么只有三个月？因为我怕腻。不可以啊？可以，我可以。OK。OK 是什么？你愿意啊？我追到你了吗？不然呢？如果你不爱我了，你就从我身上压过去。你疯了。每天早上要是睁开眼都能看到你，开心。每天都能看着你醒来也很幸福啊。
明天凌晨到夜间晴转多云，夜间将有7到9级大风，苏州及周边地区将有大到暴雨，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。宋总，别忘了今儿下午还有家长会要开，我把行程给您重新安排了。好，策划部那边发来了这次的活动方案，听说今年苏雨山那边折扣给的挺大的，很多品牌还打出了活动期间低至1折的宣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跟他拼折扣吗？消费者认的就是这个嘛。苏雨山背后资本比我们多，打价格战不占优势，而且单纯的价格和销量战还是不够的。还有个事儿啊，周放工厂那边咱们真的不管啊。您说您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事儿，非要他怎么折腾，何必呢？他有能力做好这事啊？哎，但是费劲呢，费时费力的，毕竟您跟放姐的关系不一般嘛。关系一不一般你说了算啊，那么多废话。窗外的风也渐渐地散落，你留下的香气不曾停歌，巷子里的模样是红着脸，堆叠了多少回味温柔的环节。如果说相爱的情节不书写错过，恍惚了年轻的我们该拥有的炽热。如果说学会不经意说不懂得，如果说还爱着后来呢？季节安静的更迭了冷清的街，暖风的夜该和过去告别，感伤晕染在心中还是不太坚决。还记得描绘的完美，有你也有我，为了对白承诺，除了遗憾的结果。还记得我们都想化解的困惑，还记得还爱着后来呢？还记得深爱过。